上初五的晚上，小朋友，你们今天有被夸奖吗？一定有！收看悠悠 TV 的小朋友都是最棒的乖宝宝。没错，我们一起来看悠悠 TV 的精彩节目吧。知道我们这一家，他很爱我做哦。蜡笔小新：天下春日部学院的怪奇事件。宝贝老板，找到新狗狗的秘密档案。悠悠 TV 祝大家虎年表现好。